可以投资，土竹开发单位只剩5间而已。今天我们来到 Aeon 古来附近的店务区，熟悉这里的朋友都知道啊，这里非常的热闹，而且呢交通也非常的繁华，在这里做生意的商家呢每天几乎都忙不过来。比起以前的古来，现在的古来除了有 Aeon Mall、 JPO、 宽中第二分校、 Street Omega 等等，还有 iPark、 SME City、 医院、机场、政府办事处等的基础设施，让整个古来更加的完善。如果你对地产投资有些研究，就会知道古来这种地方是值得投资的好地点。现在古来的二手店屋，就拿 Aeon 附近来说，平均的售价呢都在 1.2 到 1.5 million 以上，租金平均也在4到5千左右。现在在古来 Aeon 的附近这里会发展最后一区的 shop lot， 也就是 Gemilang Square， 850千就可以做包租公包租婆啦。赶紧点击以下按钮留下你的名字和电话，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哦。